连你是不相信，就让他们把我杀了吧。我不会。你和我后悔吗？但是现在我们两个只能活下一个，你会让谁活下？我宁愿不做大侠，也要和他在一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他的爱才是我真正想要的。我已经身陷其中，我下的人心太重。逆流而上，迎风而去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